让我有劲儿。有什么劲儿啊？能有劲儿吗？另外这有劲儿也得省着使啊，是吧？有人推着你不做。哎，美兰，哎，儿子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哎呦，华泉回来了。哎，这跟小时候没什么变化啊。啊，这还没变化？胖了，这胖了，多大岁数了，我儿子。哎呦，这指定发财了呗。少飞他妈都不认识你，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啊，也不打个招呼。差点飞了，那你就憋着。其实也不用太担心，适当走走也利于这个心肌供血。不行，不能走太多了，慢慢来哈，是吧？是，我的意思就是得慢慢来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现在说出俩意思了。我现在慢点，到我这儿下走。501和502都是咱们的，501是公司，502我跟豆豆住。婚姻介绍所，夕阳红，业余生活。上外头不知道的，以为咱妈是多大一老总呢。牵线搭桥，成人之美，积德增福报，懂不懂啊？哎，美兰阿姨，那个，你顺便也给我也牵牵呗啊！这有人说话不算话呀。咱上公司看看，还是先回家？先回家吧。啊，回家好，来，慢点，来。来，我帮你。哎呀，对，啊，我自个儿走吧。自个儿走，慢点，按着那啊。本来就没多大事儿，非让我走一回。哎，慢点。走嘞。完了，行了，你回去吧。啊？怎么了？我回去。我是谁呀？你说你谁呀？我是徐天的主刀医生。出院了呀，豆豆，你是不是有点太无情无义了？啊，咱是不是说好了，人救活了嫁给我？哥，大仙要你嫁给他。等我先恢复身体再说这事儿吧。那我是不是得告诉他术后药的服用？我都知道，不用你说。豆豆。赶紧让小黄进来。孩子，梅拉阿姨，我不进去了，我生气了。看上没？跟我没关系啊！刚想让他进来，他又来劲。这房子是梁使的啊，这是我的。总共多大面积啊？哎呦，130平呗，差不离儿。不行。徐豆，徐豆，徐大夫，徐豆，徐豆，徐大夫，干嘛呀？这是。干嘛？你哥要你忘拿了，送上来。你下来拿。那不要了。嘿嘿，是你说的哈。什么就不要了？行，想要明天去心外科拿。人见不见？他就想让我下去。不是，你赶紧去下去，一会儿人走了，你哥待会儿得吃药。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就你看着这关系啊。你快点跑两步。妈。啊？我住哪儿啊？那得看你打算住多久。常住。在医院，我没合适问你。问什么呀？不是你跟小白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阿妈现在也不合适问，刚换了心脏，且得缓一阵儿，好好休息。哎，你换心脏这事儿，小白可知道？一天一电话，我不托底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。老实说呀，又不是外人。没离呀、啊。离了也不是外人。真离了。幸亏没孩子。你看您这话说的。不是，到底为什么呀？啊，我想。
现在不想说吗？哎，你简单结说，说完咱就翻篇，行吗？不是变心了吗？我变心了呀。你这心脏刚换的，以前不是这个。没换之前，那心脏也死的差不多了。有人了，女的。啊，那还能是男的呀？你疯了你！您不懂，这爱情来了呀，挡也挡不住。你这都对不住人家小白呀。那个呢？啊，也分开了。合着你这白忙活。对嘛，白忙活了。洋妞。哎呦妈，这心脏受不了了，我放屁吧。这是免疫的，一天一次啊。这是抑制类的，一天两次，头三个月一顿都不能少，知道吗？怎么了你？你一个大男人喷什么香水啊？好闻吗？我妈那个婚姻介绍所，你抽空过去签个表，别把自己耽误了。已经让你耽误了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呀？赖什么呀赖？手前说的话真的，当时给你录下来就好。当时你也没啥硬啊。那你哥徐天是不是活生生的回来了？救死扶伤，本职工作。过河拆桥，是吧？委屈死你得了。你干嘛呢？这是。你跟我睡，这屋归你哥。那怎么行啊？那怎么着？你哥睡哪儿啊？这，三口人拆迁，不是分了三套房吗？501是公司，怎么着？你睡公司还是让你哥睡？104呢？104兰芝租着呢，怎么着啊？这孤零零一人，你把人轰走？不是，我不是那……你我自己收拾行了吧？兰芝是谁呀？也是美国回来的。儿子，妈再问最后一句：爱情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那女的长什么样？没分吧？什么时候能见着？长什么样？让我想想。哟，嘿嘿，是你怎么的？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跟踪你的啊？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上礼拜。
真为你担心，是吧？能跟我一辈子吗？那倒不能。我没事吧？没事是不可能的。你要这样的话，我该担心你了。小慧啊，不行，先别上班了，在家待一段时间，行不行？更难受。那你说咋办？我上班，应该干嘛干嘛，别再跟着我。总编叫你，现在啊，他让你来了就去。进。来来来，小慧。总编。坐，你也坐。工作上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有困难就说。没有，都挺好的。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贾小朵，研究生毕业，高材生，这就是梁小慧。慧姐好。你好。那是这样，你平常呢一个人也独来独往的，给你找个徒弟，非常时期也有人陪你说说话、散散心。再者，给编辑部带的新人，好不好？谢谢总编。谢谢慧姐。孩子，你去喝点水去，这弄得我这一晚上都没睡着。你还没睡着？捣乱。美国好好的有家，你回来占地方，心慌了。不是大晚上的不蹲坑，出来找手指。
先出发，我完事儿直接到机场。我错了，以后箱子全都给我提，啥事儿都我干，一点都不让你累着。吃了，我吃了，一晚上都没睡好。你小点声行不行？让你哥多睡会儿，他得恢复。我还需要恢复呢，这呼噜打的跟打雷似的。我走了，轻点。人呢？哎妈，我这刚出来，你给我打电话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哥哪儿去了？这屋没人呢。你找他，你给他打电话呀。他那是美国电话，在这打不了。那你这找找，万一他下楼遛弯什么了啊？你要是找不着他，再给我打电话。这人，表情淡漠。来，眼睛注视前方啊，瞳孔不等大啊，定位障碍，甚至是抽搐，瞳孔散大等等，这些症状呢，基本上就是有脑栓塞、脑缺血、脑水肿以及颅内出血造成的，懂吧？黄主任，嗯，我老伴儿这是不是又严重了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您不要紧张。我刚才给他们说的是一些术后的常见并发症。你好。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冯哥，要不您先忙着。不是有事吗？有点小事儿，我想咨询您一下。啊，这样，你先到我办公室等着我，好吧？小王，哎，你带这位先生到办公室等我一下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哥，马上啊。小霍啊，不是你今天不上单位去了？去。那你现在都几点了？啊！看我跟你说话，你总一个字儿字儿往外蹦。这大上午的，你又喝酒了吧？我昨天晚上喝的，但今天早上起来有点上头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少喝点，别让我担心。哎，我想哪天把老刘头叫来，你跟他下两盘棋呗。好。哎，那说好了啊。
谢谢。我看你这个脸色不太好啊，怎么了？休息不好啊？啊，昨晚上基本上没睡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这老话虽然是老话啊，男靠吃女靠睡，但是你不光靠吃，你还得靠睡，知道吗？你这个，你好好休息，你才对这颗心脏是一女人的。不知道啊，嗨，不管是男的女的，你好好睡觉，充足的睡眠，你才能保证你这个心脏的恢复啊！你光吃药是没用的。十多年没跟我妈我妹住一房子了，又都是女的。什么意思？那你们住一块了？不是，你们住一间？你们有房子呀？我知道啊。黄大夫，我来就是想跟您打听点事儿。都出院了，就别叫黄大夫了，就叫小黄就行了。啊，咱俩谁大呀？我才43呀。那还是叫黄大夫吧。那这样吧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你就叫我大仙。豆豆就这么叫我，亲热。您能告诉我，我这个心脏是从哪儿来的吗？捐献的。谁捐的？OPO， 全称是 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s， 就是人体器官捐赠管理中心。他们负责呀，获取和分配；医院呢，负责植入和治疗，这完全是两套系统。这 OPO 在几层啊？不知道啊。不是，我真不知道，不在医院，人家有独立的办公楼的。哎，大仙。啊。我哥不见了。哎，这么大反应干嘛？哎，他找我谈谈心。怎么回事？你上这儿来干嘛呀？一大早上就没人影了，你就到处找你。行了，别拿我当一病人看，不都重生了吗？有胳膊有腿的，谢谢吧。啊，不客气。哎，等会儿上哪儿去？你回家啊，回家。等会儿，手机拿着。妈快急死了！啊，对对对，哥，注意休息，好好睡觉。嗯，我哥找你干嘛呀？来来。嗯。我还正想问你呢。你哥找不着了，你为什么来找我呀？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我在你的心目中的位置很重要，对吧？一个女人第一时间碰到事情，她只要想到谁，谁就是她的依靠。我依靠你。你琢磨琢磨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吧？上面这一旮旯是归你的，底下这我填，你就填上面这部分，好吧？啊，跟你妈说，先别着急看照片呢。哎，回头我给你一部分照片，适合你这职业呀、性格各方面要求，好吧？哎呦，今天真是人多呀！哎哎哎，您坐那，您别在这晃悠，好吧？转悠转悠，快点来。嘿，好转悠的啊！哎，这个是自愿找的还是这个家长逼迫？自愿的，自愿。嗯，你找对象？哎呀，儿子啊，是自愿的，自愿。想找个什么样的？嗨，我们呀没啥要求，就是有房子、有车子、有存款，不用太漂亮了，比他小点就行。多大房子，多少存款？三居室，有个100来万就行了。条件倒不高。哎，七彩家园。妈，哥来医院找黄大仙了。啊？找他干嘛去啊？回来了吗？回了，我把手机给他了。啊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挂了啊，今儿忙。嗯。哎哎，得了。
得了，您别瞅我这照片啊，我建议啊，您二位回去再协商协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儿负责婚姻，不负责致富啊。本来这周是要去找您的。我是过来补签字的。哦，文件都在这里了，您可以先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我有权利知道我爱人心脏受赠的情况。情况我们一直在跟踪，受赠人已经出院了，恢复状况良好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不能知道吗？原则上对受赠人是要保护捐赠人隐私的，当然捐赠人是有单项知情权的。我只是想知道一下。受赠人的基本情况都在最后一页的表格里。不听不问，是否在每一个梦醒时分，风声笑声心跳声，他用着提醒的口吻，我尽量隔不同世界，也许没人记得，感动的泪只是苦中作乐，所以我将这时光寄托在他身上，好让回忆不再如刀割。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，在对的胸膛种下错的根，突然有一天发现那个人伤口还热着的，上个月刚做了手术，心脏移植了，徐天，双人徐，天空的天。您需要了解什么呀？这个，这是我们的宣传资料，您可以看一下。哦，我想了解一下捐赠人的情况。您看一下这一条。保密啊。站在行色匆匆，擦肩多少犹如久别重逢，这个冬天格外冷，他就为我裹上风衫，我尽量隔不同世界，也许没人记得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七彩家园，哪位？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是哪儿啊？七彩家园婚姻介绍。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，在对的胸膛种下错的根，突然有一天发现那个人伤口还忍着疼。喂，人走到哪儿了？路上吧。路上？回家的路上还是又去别的地方啊？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去啊？那就赶紧回家。让我找回微笑的天分。家在哪儿呢？妈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折腾了大半辈子了，都四十多了，快回来吧。啊，等他孤独的手扎住痛。
在这儿呢？哎呀，你哥还没回来，我也不敢给他打电话。怎么不敢打呢？他心情不好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呀。电话呢？楼上呢？我上去打去。梅兰阿姨，上车，上车。哎哎，看着点车啊。怎么着啊？你送他回来的？没有，您先上车，我跟您说点事儿。啊？干嘛呀？干什么？你这还搞得神神秘秘的。没什么，我就是啊，给您拿点药酒。给我拿药酒干什么呀？这每天喝一点，对身体特别好。行吧，也不知道送给我点贵重东西。有有有，啊，有。手机。我有手机。我知道，就给我徐天徐哥的。干嘛给他个手机呀？我是觉得，等他身体恢复以后，那肯定得找点事儿做吧。有个手机方便，虽然早晚是一家人，但是我觉得现在给不太合适，就您给吧。想的还挺周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啊，关门。干嘛？还有一件事。啊。嗯，作为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啊，我必须要严肃提出来。怎么了？今天我徐哥到医院专门跟我说他休息不好。啊？这可不行啊！是一个大男人跟两个女人挤在一块儿，对身体这个心脏恢复特别不利。我就碰到过。术后心情不好，然后恢复的状态又差，直接就完蛋了。能不能说点吉利话？什么就直接就完蛋了？你这我是医生，我得实事求是。不是，那你说怎现在怎么弄啊？他休息不好，住我们家吧。啊啊！我这离婚以后，这大四居就没人住，空着呢。而且他住那儿方便。什么方便啊？妹妹跟哥哥近。哥哥在我那儿，您动员动员他，好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没有？喂，妈，回来了，在楼底下呢，啊。喂。请稍等一下。您是？你喝茶还是喝咖啡？茶吧。您好，刚才是您打电话？是，我刚起床。哦，我还以为您在外边。这里没有外线，这电话通卧室。你坐吧。哎。对不起，刚才是门没关着，我就，我叫徐天，刀美兰是我妈。美兰说了，
你要糖跟奶吗？都不要。请用餐。啊，谢谢。小心烫。谢谢。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你来找我是有事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没关系啊，你说。这个，我是刚回来，其实本来想跟您商量商量。你商量商量能不能退租，啊，算了吧。你是房主，天经地义。啊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。打扮成这样干嘛去啊？这是。等我哥回来我就走。干嘛去啊？联谊活动。什么联谊活动？相亲去吧你！哼，你要非这么说也可以。不是，哎，你这是折腾你自己呢，还是折腾人小黄呢？折腾你呢？哎，你自个儿的婚姻，你要是愿意折腾你自个儿，我不管。你说你妈就是开婚介所的，你非上人家联谊会去，你给人家交中介费，你就不会照顾照顾自个儿家生意？你的生意怎么照顾啊？就你那些客户，要么歪瓜裂枣，要么就是老头老太太，不合适啊。小黄人不错啊，送给你哥一个手机，还问我你哥睡眠怎么样，还说让你哥上他们家住去。这手机啊，嗯，首先这手机是他送给我未遂转送给我哥的，那也是手机。其次呢，我哥去他那儿住，名不正言不顺的，要是我根本就不会答应。回来了？啊。上哪儿去了？你这溜溜一天，你累不累呀？你出去溜达溜达。我给你盛饭去，脱了衣裳。哥，那个大仙说让你搬他那儿去，你去吗？开什么玩笑，非亲非故。妈，你听见了啊，我灵烟玉去了。你不吃饭？不吃了。上104找兰芝去了。啊，喝一肚子英国茶，非得让带点心回来。不是干嘛去了？跟他商量一下退租的事儿，也不跟我说一声。